这是我们农村的 CBD， 今天呀，我就挣100块钱，带大家去看一下能买到多少东西。朋友们，你跟大家说一声了，来，老板就出来。这是今天买到的第一件，100块钱已经找您了。下一个买点吃的，买点零食吃。这么多，这么大一份，只要2块钱。这是我今天的中饭了。这个颜料好看，这里已经花了22块钱了。去下一个地方，这个桃子一件，这个水蜜桃2块钱一斤，买点回去吃。买5块钱的桃子，谢谢，遇到一个粉丝，他支持我一下，给我优惠点，所以这一趟就好了。今天100块钱啊，买了有这么多东西，有蔬菜，有水果，还有肉，另外还买了衣服。100块钱呢，还有21块就没有用完哦。今天的中餐也都解决掉了。如果朋友们你也想体验有钱用不完的感觉，那就来我们农村的 CBD 吧。